代藝術，嗯，當代藝術，嗯，一啲新興嘅嘢咯，嗯，即係好多種形式嘅，就嗯自由度大啲咯，同埋會比較創新啲，可能好誒唔會淨係畫畫。呢一樣可能會夾埋其他嘢做一件作品出嚟，睇下你有冇故事啦，有冇個概念喺入面咯，都有嘅，有佢嘅存在價值嘅。以前啲人會畫畫做雕塑，可能係為咗。去記得一啲嘢，即可能畫幅肖像畫係為咗記低誒當時，即可能有啲有錢人嗰啲樣咁樣。但係依家啲誒藝術作品咧，好多時都係想反映一啲嘢，同埋嗯想表達一啲嘢咯，再唔係記錄咁簡單。好耐了都，嚇都好耐，六年前左右啦。我哋六年已經合作噶啦。嗯，合作無間，搞咗好多嘢出嚟啦，但係冇俾人睇咯。唔同你合作都唔得啦，我哋太合拍啦。最難忘，你嗰日倒瀉水。嚇！我幾時有倒瀉水？跟住整污咗嗰幅畫咯。加對重新嚟過，係喎，我倒些水啫嘛，你倒些咖啡，學人飲咖啡，唔係咯，你記錯啦，唔係飲咖啡飲咩你？嚇？啊，係喎，你唔飲咖啡，冇啊，其實覺得有趣咪參加咯，誰的品質控制？係咪呢個？第一次見嘅雞蛋，我之前見嗰個都唔係咁嘅，係一啲係一啲視圖，一啲誒電腦效果啲圖嗰啲嘢。呢張好啲，因為嗰張我望落去咧，同我嗰幅畫完全冇關係咯。咩？即係搞呢類活動咧，出啲咁嘅題目好難，好難答噶嘛。係咯。唔係你睇到個題目，完全諗唔到做咩。我都諗唔到。講真啦，我唔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們才畫畫的咁我們就畫了一條街出咁我們就想啲人去喺張畫入面揾翻一啲人出嚟啦，我們會寫喺隔離貼張嘢就寫話叫人哋揾啲咩人出嚟嘅，咁咧我們就入面咧就加了好多。即係有錢人，又有啲有錢人，又有啲窮人咁樣啦。咁我哋就想啲人揾翻，例如揾翻個一個婆婆喺度執耳皮咁樣，跟住就想佢哋即係揾呢張畫嗰陣時咧，就出到街上面都可以多啲留意翻呢啲咁嘅人咯。嗯，跟住仲有好多樓咯。誒，有啲樓係。特登係切開咗，想人哋睇到入面咯。有參考過中環，中環啊，旺角大角中。跟住我哋搭嗰個電梯，嗯，有個電動樓梯。跟住就一直上去咁影，影咗好多相。咁跟住我哋又參考啲相就話，我哋攞咗啲專係賣名牌嗰啲店。落去咯，跟住就改咗啲名咁樣，係改咗啲名咁樣，跟住又有啲例如coffee shop 好似 Starbucks 嗰啲咁樣咧，又會擺埋落去咯。其實我覺得西九幫助其實都唔係好大，而且話搞即係話搞西九搞咗咁耐都。仲未有啲咩起色，所以冇太大期望。
對呢一樣嘢。你會唔想唔想離開香港？我想去，我都想。冇錢啊，但係好窮啊，好窮。我要藝發局度攞錢，太麻煩啦。有人邀請嘅話，梗係去噶啦。先嘛，有人邀請，免費請我去咁樣，我跟住死咗佢。係啊。我覺得個世界係大到唔可以想象咁大，其實下一個地方我想去嘅目標係去丹麥。我覺得嗰度生活同香港生活太唔同啦，同埋有陣時頂唔順香港好多嘢，離開啦想。好多人都覺得生活喺香港已經係好幸福嘅事啦。當然離開咗都唔代表會好啲啦，但係起碼可以睇下其他人係點樣諗先。我諗緊我嗰條片，本來係就咁樣拍咗一條嘅，但係後屘發現其實好多嘢都。覺得嗰種感覺很難表達出嚟，我覺得我嗰段片其實係希望啲人感受到入邊嗰種感覺，係共鳴。然之後我覺得我偏向中意用小朋友去做一啲嘢，即係我拍完之後，即係拍緊嗰陣時就喺度諗。我覺得為何用小朋友，是覺得小朋友一種同大人對抗的感覺，即小朋友是有責任跟大人對抗。我覺得今次段片和我平時畫的話都是關於我的一些夢境的，即其實那個夢境我會覺得是對於我自己對其他身邊所有事一種感覺咯，即係我係用根據嗰個夢去做出嚟嘅，習慣醒咗嗰種記得就寫低，我都係互相牽連住，即係好似我現實中有一啲嘢我發夢見到啦，即係佢會用另一種形式嚟出現噶嘛，咁啊，咁跟住我就。它會影響到我日常生活，都會記起它，然後會對一些東西覺得有一種感覺出來。即如果你是找不到一些東西來對抗，或者是樣東西都是覺得沒什麼所謂的話，那其實在哪裡都沒什麼所謂。我覺得可以再為其他人創造一些價值出來，即係好似我想試下為其他人做一啲嘢咯。即係你存在當然可以係一個價值，即係你可以話生命係一個好寶貴嘅價值啦。但係我就覺得，如果你可以更加為其他人都做一啲嘢，我覺得係更加犀利啊！唔係淨係活喺自己世界，即係好似譬如你最後你都係諗到最後你都係。冇乜貢獻咁樣貢出嚟嘅，但係你就係咁去浪費咗其他人嘅，其實係好賤格。我想啲人自己去睇啊，睇我條片做緊啲乜嘢，睇下其他人想講啲乜嘢。